稍微差一点，那对，比其他演员都强。对，德云社的台柱子，哎，台柱子每天在后边台柱子。我搬家公司的，搬到这个苏州。要说舞台铁梁柱，我比不了。比得了？哦，主要演员比不了，很了不起。对，啊，很有名气。嗯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人家全不会。这全不会，也全都会，全都不会。人都不会，都会吗？哎，都会。能说什么？哎，说点什么大笑小笑啊，哦、四音儿灯谜啊，蹦蹦蹦蹦蹦蹦，憋死一个绕口令啊，这都能说。哎，都能说。说个绕口令，我听听。绕口令啊，嗯，你得听这个啊。说一好的。哎，说就这几句啊。嗯、长寿端端堆，就那个，就那个好吧？就一句啊。嗯，太简单了。哦，长寿端端堆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三十余年。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993200。蹦白的白拐棒棍，对，这相声演员基本功是。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，对对，每一个字都要清楚，嗯，送到各位朋友耳音里边去。哎，对，说学逗唱这说呀，基本功，嗯，大家都得掌握。是是，他说的不错啊，他这个人不但相声说得好，还怎么着呢？平常生活当中啊，挺有意思的。嗯。啊，他这人比较幽默，幽默，生活当中很幽默，是吧？啊，有两个特点，嗯，他这人有俩特点，什么特点？第一个特点呢，小心眼儿，对；第二个特点呢，体育迷，对，最喜欢看足球，看球好，对吧？嗯，头一个特点小心眼儿，怎么小心眼儿呢？他特别看不得他媳妇儿和别的男人接吻，这个小心眼儿的人呢、啊，这是小心眼儿吗？他是也不会开口。你看得了我媳妇跟别人接吻啊？我特别爱看的。乱了，凡是跟别人说话说多了，对对，不行，这么说行。爱吃醋。嗯，还一个呢，就爱看足球。哎，现在世界杯啊，因为今儿演出来那场球没看了。对，阿根廷跟冰岛看不了，是着急啊，急的很，着急、嗯，对不对？是爱看球。有那回他什么球都看，世界杯啊、欧洲杯啊、什么那个欧冠呐、啊、亚冠呐、啊、中超啊。中甲呀，中乙、中丙啊，中丁啊，他都喜欢看。是圆的就少，只要能收着的球，他都看。嗯，你看看，哎，看这个，这安妮又无线接收那大锅，对，在家里安一个，陪着被窝晚上看球。那回闹笑话了。嗯，早晨七点出门办事儿去，嗯，把他媳妇叫过来了，媳妇过来，跟你说点事儿啊。晚上7点半，中丙的保级大战。中丙，这哪个队要降级了就解散，知道吗？这我必须我得看，7点半到9点半我得看球啊。那我要看，你看你白天看呀、啊，是白天你看电视随便，你把电视看坏了啊，啊好了，甭管了，走了。他、啊、媳妇在家白天你看电视吗？对呀、啊，白天那儿看，看着看着坏了，什么意思？电视不出图像了，坏了这个。他家那电视也老一点，显像管了。嗯，你这怎么办呢？晚上看不了球就玩命啊，找人修理吧。找一修电视大胖子，穿着红背心来了，到这拿着电视，这是给修修。打开一看呢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嗯，就是线有点虚了。那实的实的吧。哎呀，大姐，这电视年头太多了啊，不行，该换个新的了。这随时有爆炸的可能啊，换一个换一个。修好了，刚要走，这媳妇不让走。哎呦，给您多少钱？不是花钱，没换零件甭花钱，就是换个电视就行。哦，那行，谢谢。这么一对话一磨蹭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他办完事儿回来了，我就下班了，没带钥匙，外边就敲门。是啊，媳妇吓坏了。嗯，哎呦，师傅，那外边敲门的是我丈夫，那你给他开门，不能开门啊，他这人小心眼啊，你看见咱俩在屋里头说话，那就出了病了，嗯，他就自杀了，你就死了，他自杀干嘛？那怎么办？我是修电视这不好的吗？要不再给弄坏了，弄坏也不行啊。对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样，您藏起来，您藏在电视柜底下。他进门先洗澡，他一洗澡，我再放您走，嗯，好不好？大胖子说：“时间可别长了吧，我挺胖的，我受不了。”啊，行，很快。
撩开这帘大胖子藏里头了。啊，一撩帘大胖子不好受啊。是当然。他进来了，嗯，没洗澡去，嗯，直接坐电视对面，就得瞧球吧。到点了，对，拿遥控器一开，呵，开球了，红队开球，好。哎呀，一大脚踢出边线，什么玩意儿？这确实什么玩意儿？罚进来球，发来呀，好，差点扔门里去。嗨，连踢带脚，硬踢。大胖子在底下，这两口子是不是拿我找乐？我说好了，我得先洗澡去吗？是，怎么不去？我再等你一分钟。嗯，我也不管你家庭和睦不和睦，我撩帘拿着工具箱我就走。一分钟啊，等五分钟他也没起来，我没动会儿。大胖子受不了了，嗯，一撩帘出来，拿着工具箱开门，大摇大摆走了。胖子起来了，媳妇儿汗都下来了。那是啊，这一问怎么解释啊？嗯，哎，结果没等媳妇说话，他先张嘴了。啊，哎哎哎，亲爱的，你看那大胖子太没组织没纪律了，裁判没亮红牌，他愣走了。